in Taiwan, in Newcastle University, right? Very interesting. I'm Dylan Huang from Newcastle University in the UK. I just have one question for Dr. Yang Iqbal and one question for Professor Fang. You mentioned about this the deep geographical storage issues. So for me, you seems to think to switch from this deep geographical storage to sort of surface up above surface storage would diffuse the tension of this kind of public opposition. But I'm thinking about how this, if you think about this policy shift will change the public acceptance. Would accept above storage more favor of this option than this deep geographical storage in your ideas about this irreversible or retrievable storage system. And also for our Professor Fan, actually, your articles about Lan Yu inspired me a lot about this my research. I'm wondering, 你提到说那个参与式的科技评估在，我想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例如在这种核电的问题上，其实台湾在核电的，比如说公民参与方面，其实遭受到很大的问题，政府的。 资讯不够公开，然后有一个 secrecy 这些东西，如何在这种参与式的科技评估里面，让政府机构，比如说台电或者是原能会这些，他们的这些 secrecy 这些不 share 这些 information 可以降到最低，或是怎么样的机制能够让这些减少？ Let's take one or two questions, and then because time is running ahead, so let's take some more questions, and I will have our speakers to try to make short answers. Anyway, 对那个部分，我想把事情谈的，就是他的那个问题可以确定的清楚点，因为跟刚刚傅大为老师的也有相关。就是我刚刚三位听下来，我觉得有一个困惑的地方，就是说，三位的其实在试图提出不同的，但是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说核电的争议，包括从核废料到核能政策，这个争议里面，有一个就是是基于部分，就是公共参与的部分，还有就是。 官僚就是那个知识，那个官僚政治体系的这个部分，但是我都就是说，因为刚刚最后张老师说要回到脉络，但我三位听起来我都会变成，就是三位不是那种听起来有点是去脉络，就是说，事实上到底为什么在原来有的传统的社会运动挑战核电政策这个部分上面，到底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没有办法逼迫那个在做决策的这个体系？ 不管是 EDF 或者是台电公司，它变成是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体系。这个部分，我觉得，在那个 presentation 我没有看到这个脉络，先提出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谈后面这个部分？因为对我们实际上参与的人来说，我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之前，我们会碰到的是，很快的，好像要我们社会运动的人要去参与那个公共参与的那个讨论。可是那个参与的讨论，就像谢德志副主委之前在跟我提的时候，我们邀请你们来。 那你们看要怎么样才叫公平？我说你把核能知识人是吧？就是原能会出的那个月刊，你每我们每个月轮流编辑一次，永和的编辑一次，再反核的编辑一次。那我想这个资讯的部分，如果你能够这个
这个知识专业知识体系能够是变成这种开放性的话，那我觉得那个资讯参与平台好像才开始有空间。否则的话，那个今天谈的这些早上谈的那些资料，它进到台电的体系里面，进到云能会的体系里面，那个资料等于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这个一个封闭的专业知识体系，它关键体系是会把它封闭起来。那所以，应该是说。 请三位应该要在重新在厘清一次，就是说传统的社会运动的力量跟组织，在挑战这些个官僚体系的时候，还有达到进一步的参与式民主之后，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做错了什么事吗？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必须要回答，我觉得这个脉络才会更清楚。那才能够去看到，就是说，我们难道是期待，如果是看到，就是所谓的最后那个政治体系的部分？ 就是已经是一个民主的不完全的这个部分，而我们却在这个基础上面却还要求，就是说，会有一个比较民主的对话空间。我觉得这好像会变成有，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在一个缺乏基础的那个基盘上面，还要再去谈民主这个东西，民主对等。我觉得，是很无法，就是我不太能够理解它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实现。 谢谢师傅，我怕这个不是问题，比较算是comment，所以我担心那个三位演讲没有办法很快回信，因为我们快时间快没了。但是我觉得你的问题，我好像我们应该是做那个round table，可能那个后来听涂导演老师在最后一个问题那个 improve 就是。 在 round table 继续讨论，还有那个蔡律师的问题，然后申涵，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哎，不好意思，因为怪你。等一下，等一下。那我就先问。